他的后是枪队，第一次打红警局，原来手感这么棒。嘿嘿，白给的少年，白给的枪队，今天又踏上了白给的征程。一个性感的小黄帽丢出，哎，中路对决一个利用惯性直接晃，没人直接往前虚假的晃一下，看到人了，哎，两个，这个时候注意排点，动作要快，姿势要帅，不拖泥带水，捡起神话皮直接往前拉。哎，这个时候看到一个一狙带走，拉到 L 点去看他家复活点。嘿嘿，这个时候就得进屋抓人了，防止金库里面有老料，悄悄的拿狙马铲探点。别急，音乐断一下，有预感好像胁迫有人，悄悄的动作要快，姿势要帅，直接开镜拿下刺杀，预瞄六扇门，防止有人出来，我们直接反挡。五杀了，嘿嘿，五杀了，穿一下中路，这个点碰巧 SK 穿到人了，再穿一下他家二楼，说不定也可以穿到人。然后我们看到胁迫过来一个，嘿嘿，直接拿下五杀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